小孩成年想自由，爸妈别再管我了。在我高中的时候有门禁，爸妈那时候就会说，等你18岁成年上大学，你要多晚回家都没关系。我每次换了什么工作，那我爸爸他都会有意见，我就直接跟我爸他讲说，那不然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工作？我就说我已经成年了，为什么还要管那么多？今天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